我想往别的方向跑，然后拦计程车立刻逃走。哇！那一闪有幸运吗？哎，74到了啊！你失败了，你在那边回，看起来现在没有。不要了，没有计程车就对了。对，刚好没有计程车。这时候，那个奈奈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夏洛特跟了过来。我刚看到前面有可疑的人在跟踪那个名妻九条里奈小姐，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她安危，我要去追一下那个可疑人士。我打算在转一个转角之后，立刻用我的技能藏匿起来。先看一下你有没有成功的跑到转角里面吧。那请你们三个人都甩第一百。一百。嗯。59。做敏捷队。哇，你输了。92。一定被抓到了。你打算冲到转角里面躲起来，但是还没有走进转角之前，就会夏洛特飞快一个箭步就抓住你了。他抓住你的时候啊。我的速度应该也可以直接压追到他吧，是吗？大概可以啊，是夏洛特太快了。好，我要使用和气罩可以吗？欸，好，给你用，你要怎样？啊，亲啊！好好，甩，一起甩。哦，那都过了。等一下，亲啊，你过了。你很帅的用和气罩的姿势空挥了一下。什么东西没抓到？知识满分，知识满分。但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我做了什么？你们想对我做什么？你们要抢劫的话，我没有钱哦、喔。是你觉得他可疑的，先生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不然我送你去警局就好了，我也不想那么麻烦。我才是被害者吧？我不过是从咖啡厅出来，为什么要突然被送到警察局去？你们要解释一下吧。你知道什么叫现行犯吗？我做了什么？你在跟踪偶像，我觉得这行为非常的有犯罪气息。对，谁是偶像？我根本没有看到谁是偶像啊！我只是刚好喝完咖啡。我觉得我不想解释这么多，我觉得我们叫警察比较快。好，那就叫警察。真的？好、哦，那十分钟之后警察来了。警察，求求你救救我！他们两个突然把我抓起来，然后用什么像武术一样的东西打我。啊，我没有打你啊！你有身上有伤口吗？没有嘛！不要胡说八道了。警察拿着笔记本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请问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就是我觉得眼前男子有那种跟踪的行为，我觉得很可疑，所以我先把他抓起来了。哦，我要使用我的说服跟幸运度。哦，你的幸运度没办法用哦，你现在不是真实身份哦。哦，那我要递名片给他。真的、哦？为什么、啊？警察什么的没问题的啦，而且警察笔录的时候会先查真实身份吧。好、哦，那用幸运度甩。幸运度吗？哦，幸运、哦，拼错了。失败了。警察看了看说。这谁啊？把名片递回来给你。好。你谁啊？啊，好，没事，算了。那怎么来？哦、这警察看了半久，好似乎打算听你的证言。我有说服可以吗？然后轮到我了吗？对对对。好、哦，他说怎么都变逆转裁判了、啊。警察先生，你听我说啊，我从咖啡厅出来，就突然被两个女人跟着说我在跟踪前面的人。可是从咖啡厅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怎么可能有人知道我要跟踪谁呢？有证据吗？两个至少要拿出证据吧，怎么可以平白无故抓住我呢？好，那请甩个法律吧。法律，我想一想啊，加个20好了。法律有这东西啊？你没看过的技能对不对？有这东西。46没过。哦我没有啊，有加20，所以现在是65，很好，你过了。哦，是、啊，因为我其实也觉得罪证不足啊。对，哦、对、你成功的说服了警察，警察也觉得，对啊，你们拿出证据来啊，你们要讲这名男子有跟踪嫌疑，就拿出证据啊。
老实说啊，我只是要阻止这个行为。老实说，要不要让判他定罪，并没有关系。反正我成功阻止他跟踪的行为了，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是妨碍公务哦。没有，就跟有人报警的时候，他只是搞错了，可是那个人并没有妨碍公务啊，这不是构成妨碍公务，就只是太过热心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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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起码可以告个回谤吧。可以用说服吗？如果他们不认同的话。然后警察就说：“那既然没什么事，那我就走了。”然后我看着那两个人，想要立刻离开他们。嗯哼。找不到计程车嘛，所以我就直接用快步离开了。快步离开这里嘛，那你就往反方向走了过去。我用鄙视的眼神看着他。所以那两个目标已经消失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大概已经快八点了。哎，现在是晚上还是白天呢？晚上8月20号。哦。可以在走之前观察这两个找麻烦的人吗？嗯，可以。具体上你要观察什么东西？我想把他们脸记住。清帅两个观察，对，两个人各做一次。第一个是54，第一个就夏洛特，第二个就奶奶吧。好好，然后再甩一个是14，都成功了。对，都成功。哇哇哦，好哦，那你大致上记住了观察可以做到的程度。哦，观察可以做到什么程度？就朦胧的记住吧，毕竟你不用拍照的。哦。那我就离开了。你们要做什么？我想招计程车，可能要回工作地。可是应该是要回饭店。叮叮叮叮叮叮，你的手机又响了。请问是哪里找？上面显示温斯特。嗯，怎么了吗，温斯特？迪娜，你跑去哪里啊？但那就是执行正义了吧？啊，你在说什么鬼话？赶快回来！就是帮助有困难的人啊。嗯，赶快回来！赶快回来！不要乱跑！我不是说，哦、我不是说好好要出去的话，要让我跟你一起吗？嗯，跟你出去太显眼了啦，这样会太显眼。好，总之你赶快回来就对了。所以我要叫计程车吗？好，我要叫计程车。好啊，那你过一段时间就找到计程车，因为你不是立刻就要找到一台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需要立刻找到。所以在那边等了一段时间就找到计程车。嗯，说他上车之后，我也招来一台计程车，然后从后面跟着。可以啊，为什么大家都要跟着别人？我的妈！奈奈上了计程车之后，夏洛特跟着找了一台计程车。清爽有幸运吗？幸运。对，你的幸运70。哇，好高哦！哇，好幸运哦！我80耶！哇，我才60！哇，不幸的第一把交易。不幸的。成功吗？有成功了。成功，那很幸运的，你的计程车司机似乎蛮擅长跟踪的。好厉害的！你就奈奈就一路坐到了皇后饭店，然后奈奈就下车。那个夏洛特也在一段距离的外面下车。下车后我甩个观察好了。下车后甩观察，好好甩啊！26过。那个夏洛特甩个潜行吧。潜行哦。嗯、那可能不会过。77。77好，你会发现，你在人群之中看到刚刚熟悉的面孔，夏洛特就站在那边。哎，原来你也住这里哦。你以为我是一个怎样？态度差好多，我就被当成人工狂。你是跟他可能是住同一个饭店的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，对，我也可能只是单纯的走出咖啡厅而已。你的心机鬼祟，对，鬼祟，诡异。哦，太没办法，幸运太低了，所以会被人认为鬼祟。是不是长得太丑啊？那个角色，哦、糟糕。你 APP 多少啊？透露一下，外貌。APP 12。啊，果然太丑了。那人丑吃草那种概念吗？太可怕了。是
真的还蛮中间的吧。然后我就，是啊，你也住在这边吗？随即就走进饭店。我也要进饭店去房间吧。你们谁先领钥匙啊？那我先领啊。好，那你领了钥匙之后，你就上去。那下次你要做什么事吗？嗯，可以偷看到他的房间号码吗？嗯，甩个观察吧，这个有点难，观察减10好了。22有过。哇哦！现在是怎样？你们这些变态。嗯，几号房好呢？那就503好了，503。那我就记下这个房间号码之后，到柜台去要求入住在503号房隔壁或者是对面的房间。嗯，甩个幸运吧。好。我觉得他又会过哎。等一下，怪怪的，这怪怪的。对啊，结果真正的跟踪狂不是我。对啊。那你口嘞？凭空飞过。好，那你就听到502的房间。What the fuck？ 等一下。等一下。等一下。那是吗？那这边先到这边吧。这是你的情报，九条林奈。你是当前的偶像九条林奈，但最近呢，已经忙到有些过于劳碌了，外加又有些流言蜚语在散布着，像是你与陌生男子私下碰面这种流言，让你感到非常的心烦。于是呢，你趁着工作空档乔装打扮，化名为九条奈奈后，离开了皇后饭店，到街上稍微溜达溜达散散心。